这部国产悬疑剧真敢拍，竟将震惊一时的湖南操场埋尸案改编成了其中一个案件。而天才画像师沈毅仅凭死者笔记中的文字描述便成功画出死者暗恋男生的容貌，可警方找到所有和任小璇有关的人都说没见过这个男生。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程队却根据日记中的描述发现某人曾试图猥亵任小璇，但任小璇却什么都不敢说，因此程队推断猥亵任小璇的人很可能是当年美术兴趣班的老师。经过调查，程队发现任小璇转学失踪的那个月，男老师赵子鹏刚巧被学校开除，而理由正是猥亵女学生。更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赵子鹏事后开办了一家画廊，可他交易的却不是画作，而是画作上描绘的少女，不同的风格代表着不同的姿色。因为沈毅一眼就发现明明出自同一人之手的画作，却被标注上了不同作者。更奇怪的是，从表层光油的效果来看，这些画都是两三年内的作品，可画上标注的绘制年份却是从97年跨越到了06年，跟画中少女的年龄十分接近。原本沈毅也只是猜测，可当程队将老板带回警局时，赵子鹏就主动交代了所有事情。组织卖淫的事我认，我把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们，我争取立功。但对于谋杀任小璇的指控，赵子鹏却矢口否认。他承认试图猥亵过任小璇，可还没来得及得手就被美术组的某个男生阻止了。但赵子鹏也记不清那人的模样。就在线索再次中断的时候，法医却在任小璇的骨盆关节中找到了榕树花的残留物，并且存在不同于操场的泥土成分。那也就意味着操场不是第一埋尸现场。与此同时，沈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但凡男生出现在日记里的时候，任小璇就虚构了一个假天气。更诡异的是，沈毅分析任小璇遗物中的画作时，竟发现了一张带有唇印的榕树画。沈毅经过和画像比对，确定是任小璇留下的。他是特意擦上口红印上去的，这幅画，这两棵树，对他有很深的情感意义。就在这时，沈毅又发现榕树画上还有另一个唇印，程队怀疑唇印是那个男生的，于是沈毅拿起画笔开始临摹，结果发现这个唇印过于精致，不太可能是个男生。联想到赵子鹏曾经说过那个男生个子不太高大，那么任小璇日记里的男他会不会是一个女生呢？沈毅将唇印附在画像上，重新画出了目标的人像。经过赵子鹏指认，确定任小璇日记里的男生就是他，而他的真正身份竟是学校的美术老师瞿兰心。难怪警方一直找不到凶手，原来从一开始警方调查的性别就是错的。根据这两个发现，警方立马兵分两路展开行动。他们在学校的一棵榕树下挖出了一把美工刀，这很可能就是杀死任小璇的凶器。可就在这时，沈毅却发现嫌疑人瞿兰心正站在教学楼上准备跳楼，沈毅和程队立马前去阻止。经过沈毅一番嘴炮，瞿兰心终于向他说出了真相。原来瞿兰心上学那会是个假小子，喜欢打篮球剪短发，在同学眼中就是异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出现阻止了任小璇被猥亵，也就是从那天起，性格孤僻缺乏安全感的任小璇把瞿兰心当成心中的白马王子，而瞿兰心也有了一个陪伴。即使是在小璇转学之后，两人也一直相约榕树下表达着彼此的情谊。可某一天，瞿兰心却发现原来小璇一直把他当成了男生。瞿兰心不想欺骗小璇的感情，于是在某天晚上，他特意穿上不爱穿的裙子变回女生，来到榕树下和小璇相见。可万万没有想到，看到这一切后，小璇却彻底崩溃了。你不是他，是我。你根本就不明白他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你为什么要亲手毁掉我心里那个人？就连生命中唯一的美好也是假的，小璇因此丧失活下去的勇气，于是掏出一把美工刀狠狠扎进了自己的胸口。原来任小璇其实是自杀。事后瞿兰心因为害怕没有报警，而是将小璇的尸体埋在承载他们美好回忆的榕树下。直到六年之后，瞿兰心回到母校当了老师，听说操场准备扩建，于是瞿兰心将小璇的头骨换掉，迁到了离自己更近的美术教室。到此为止，操场埋尸案正式落下帷幕。可就在这时，某个整容院又发生了一起命案。离奇的是，警方竟在死者的电脑里发现了87份不可描述的光盘，其中的内容连警方都看吐了。你们快接手吧，我都看吐了。